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鸡大宝。今天的挑战用大菠萝吃鸡，这还有个三级头，天了天了！可惜没有大菠萝，去瀑布看看，那应该会有。哎，这玩意咋这么难进？我钻，好家伙，终于进来了！还有个三级甲，不错，不枉被我钻了这么久。这有个箱子，让我看看有没有大菠萝。可惜呀，只有一把狗杂。这边还有个箱子。不错，总算拿到大菠萝了，逮到一只，成功击杀。还有一个，等我换个子弹。他的队友直接舔包，我是没想到的，也是直接抬走。这边有枪声，过去看看。哎，等等，我好像看到一个，就是你了，坐下。看到个小可爱，一梭子成功击倒。不是击杀，证明他还有队友，他队友肯定要服的。左边太空旷，往右边绕。不是吧，剩下四个居然是一队的，失策了。我是鸡大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